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18页啊，918页，倒数第四行啊的第六段，欲立无全修，分四个小段。第一个小段，立无行善，请看经文。若草当属四季，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经文里面的话，字字句句，含义非常的深远。一个字都不可以疏忽啊，要用心去体会，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这一段经文只有四句啊，一句四个字。念老大师念老给我们说的注解不长啊，幕后这一段普劝知我从善，求生极乐，若草，这是古时候的语言，就是现在人所说的汝等啊，你们，通常讲你们大家，就这个意思。熟实际就是常常说的深思熟虑啊，要多想想啊，细心的就观察。下面把这些重物都给我们说到了。经文紧接着前面所说的，前面说的非常重要。罪恶要是满盈了，灭受都算，
受是受命啊，受命是在讲是有一定的。我早年在洛杉矶讲解，听众当中有个道友算命算得准，算得好，翁阳春居士啊，虽然他有残疾，行动不方便啊，要坐轮椅，但是头脑很清楚。啊，因为是同参道友嘛，所以讲完经之后，就有很多同学围着他，请他看相算命。我在那边住了一段时期，跟他很熟。啊，他也问我，又问我的八字。啊，给我算算命，真的，寿命只有45啊，45岁以后的寿命是延长的，啊，佛帮助我们延长的，这就是断恶修善所得的果报啊！如果要造作恶业，寿命长的会减寿啊，寿命应该活到70、80，40、50就走了。要是作恶多端、严重的罪过，20、30也走了。所以寿命不是个定数，完全在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善恶因会把寿命、把福报啊、把聪明智慧，天天都有加减乘除啊，啊，不是定数啊。如果是定数算得很准的，那就是说，你这一生日常生活的没有什么大善大恶，平平常常，那就被人算定了。啊，了凡四训。了凡先生的命也被那个孔先生算定了，非常准确啊！每一年他收入多少，他考试能考到第几名，一丝毫都不差，所以他就非常相信收入这个寿命，非常相信。于是乎他什么都不想了，想了没用了啊，干脆什么都不想，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不起个念头。云谷禅师很佩服他，说你功夫错啊，啊，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这普通人做不到啊。问他怎么修的，他说我没什么功夫，因为我的命被孔老先生算定了，这些年来丝毫不差，所以想也没用，
干脆就不想了。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圣人是圣人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凡夫起心动念。了凡先生不起心不动念，不是功夫，相信命运，起心动念也没用。云谷禅师在教他，真有命运，命运可以改，不是一成不变。你念头善，命就变好了；造作不善，命就变坏了。天天都在加减乘除，啊！他听了云谷禅师一番开导，明白了，觉悟了，下定决心断我修善。那在佛菩萨面前许愿，做三千桩好事。啊，到第二年去考试，果然名次不一样了。孔先生算他这次考试第三名，他考了第一名。啊，这才真正相信命运是随着念头转。啊，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前面这段经文讲到罪恶蔓延，叫罪极，造作罪达到极点了，上天，这不是佛菩萨管的，佛菩萨不管这个事情。上天管这个事情，你本来的寿命减短缩短啊，该活到八十岁的没到六十岁就走了，这种人在现在社会里很多，你只要细心去观察，起心动念是以分为身、口、意。身造杀道因，口造作的是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啊，念头。起心动念，贪嗔痴，这叫十恶啊！十恶通通都造了，很容易跟经上讲的罪造到基础了，那就是恶贯满盈。恶贯满盈，你的命就改变了，寿命缩短了。啊，灾难现前了，人也越来越愚痴，造作一切罪恶，成为习惯了。无恶不造，不相信因果报应啊，认为宗教都属于迷信。现在这样的人多，所以社会灾难很多，真是天灾人祸，天天都有。
就在眼前，他完全没有感觉。啊，依然如故，不知道，每一天都在折服。都在迷惑，啊，心里面恶念很多，杂念很多，身心不安了，富而不乐，贵而不安，这是现在的人间相啊！仔细观察，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这些人，他将来的前途是三恶道，最极重的无间地狱，轻一等的魔鬼，再轻一等的畜生，三途很可怕。前面我们都过，念老引经据典告诉我们，佛在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你不小心掉到三途里去了，就是魔鬼地狱出生。要经历多长的时间，你才有机会再得人生？佛说的无千劫，不是五千年，不是五万年，无千劫，就算小劫，那个数字都算不清了。啊，一个小节，经上讲的很多，我们就用一个正解。啊，佛告诉我们，人的寿命100年，减一岁。这叫减劫，我们现在减劫，100年减一岁。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人寿平均100岁，100年减一岁，世尊距离我们2500年，也就是说，100年减一岁呀，现在是减了25岁。现在人的平均寿命75岁，那一个世纪减一岁，减到10岁，这是最短的。从10岁再每过100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从84000岁减到10岁，10岁再加一年再增加到84000岁，一增一减，一个小节，小节20个小节叫一个中节，4个中节叫一个大节，我们就算是最小的小节吧。5000个小节，你也才有机会从三恶道出来。你要懂这个，知道佛说这个话不是假的，是真的，
你才知道可怕了，三途不能去啊，去了之后不容易出来，愈迷愈深呢、啊。那么我们日常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不要注意？还敢胡作妄为吗？啊，净土法门是没错，易行道往生必须要身心清净，信念持名才能得生啊。平常要不用功，临时你哪有那么好的运气？临命一见宗师，遇到善友劝你，一劝就听，马上就忏悔开悟，念佛往生，真的不是假的。亿万人当中难得找到一个，所以千万不要侥幸啊！看到经上讲的，经上是讲的没错，恐怕你不是那个根性啊！所以我们一定老老实实断无修善。啊，敬宗念佛，我们持戒，我只列了五扣，我们只把这个手稳了，就戒律就算不错了，有资格往生了。啊，这五扣第一个是敬业三福。啊，这是根，根之根，戒律的根之根，不能不知道。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释迦牟尼佛给出家在家弟子制定很多戒律，都从这个根本生的。戒律很多，持诵都不容易，我们找到根本这几条啊，这三条三福。第一有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四句做到了，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这四句没做到，经上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没份呐，不是说你呀、啊。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啊，四句做到了就当之无愧，我们符合这个标准啊，人天福报，上品是善升天呢、啊，中品是善来生还得人生，下品是善到阿修罗道去了啊，阿修罗道堕到那一道很容易造罪业，为什么？他功高我慢，目中无人，所以非常容易从阿修罗堕三恶道，这很可怕。这人天两道稳当啊，要认真把这个戒的根，你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
啊，第二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就入佛门了。在家弟子，佛对在家弟子的要求啊，要受持三规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讲佛法僧，佛法僧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戒定慧。佛是智慧圆满的，法是经教，僧是出家人。啊，皈依佛，佛是我们的老师，要跟佛学。啊，皈依法，法是经典，佛今天不在世间，经典还留在世间，我们要读经，要求。啊，僧是出家人，出家人真正具足戒定慧的出家人，我们的经教要跟他学，要请他来指导。佛教自始至终是教育，不是现在一般世人所说的宗教。一般人讲宗教跟迷信画了等号，认为宗教都是迷信，佛法不迷。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觉悟的意思，智慧的意思。啊，智慧是本体，觉悟是其用，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觉悟的。我们要认识清楚，不能搞错了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皈依三宝啊，六祖慧能大师给人主持三皈依，他不是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念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觉正净，他念这个。为什么？慧能大师那个时代，佛法传到中国大概700年，为什么把佛法僧改成觉正净？肯定出了问题。大家怎么着了相的，不重实质，重形象，这个错了。形象固然重要，形象的作用是什么？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觉正见啊，觉佛作代表，正正知正见法作代表，与经教不相应的邪知邪见，
能不懂啊？不懂，我们学佛全走错路啊！啊，三归是我们学佛想成就，分分秒秒都不能离开啊！离开就走向邪道了，就走向弯路了。那我学佛，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要义就正见，啊，具足中介。这个中介是指一般讲的三规五戒十善，啊，出家有沙弥律仪、比丘戒、菩萨戒。是指这些啊，这些戒律你在哪一个层次受哪一种戒律啊，就好像有小学的戒律，有中学的戒律，有大学的戒律啊，不犯威仪，威仪是规矩啊，一定循规蹈矩，再说得清楚明白一点，我们思想、言语、行为要给社会大众做榜样，威仪就是榜样。啊，这叫行道啊。古时候，社会安定，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100年到150年长治久安，我们称它做太平盛世，每个朝代都有。怎么成就的？做榜样的人多，佛门弟子做出佛的榜样啊，释迦牟尼佛学生的榜样，儒家也学会了无论无常、四维、八德榜样啊，他们的思想、言语、行为不能违背伦常道德，要把伦常道德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在这些年来，我劝同学们真正学佛。啊，最简单的修行方法，内断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大家懂，慢是傲慢，傲慢跟嗔恚常常连在一起，容易发脾气，脾气太多了回到地狱去。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吃是愚痴，想法、看法、言语、行为与经典违背，自己不知道，这是愚痴啊。啊，看到别人过失，看不到自己过失，痴愚痴，疑怀疑，最重要的对
佛菩萨怀疑，对圣贤怀疑，这就大错特错了。啊，为什么？因为你有疑，你什么都学不到。纵然有高明的大德，你遇到了，你也学不到。为什么？你对他怀疑，你不相信他。这都不能不知道啊！啊，那一段贪嗔痴慢疑，外面学孔老夫子，夫子的学生对老师的赞叹，老师有无德，温良恭俭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态度要温和，要善良。孔老夫子表现在外面，孔门弟子啊，恭敬，对人、对事、对物学恭敬，没有丝毫傲慢。啊，节俭生活，节俭佩服啊。后面谦让，谦虚喜欢让别人。现在这个社会提倡的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提倡什么？增父母教小孩，上幼稚园要竞争啊，要考上第一名啊，要拼命去竞争，要出人头地，从小就这样教，这还得了？以后他长大了成什么样的人物啊，就喜欢竞争斗争战争，容易招来的人祸，天灾人祸啊。所以释迦的无德，放下贪嗔痴慢疑；夫子的无德，表现在外面，温良恭俭让，好啊！啊，至少做中国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一定啊，内圣外王。啊，里面是圣人，贪嗔痴慢疑断圣人，啊，外面温忍良恭俭让，成就自己，也帮助别人，做榜样给人看。啊，如果我们的心行跟这十桩事情相违背、相反，那就是经上讲的自意作恶，随便顺着自己的行爱，什么坏事都敢干，等到他卧冠满盈，
上天归神，就要跟他算账了。他的福报因为造恶太多，福就享尽了。恶报就现前了，或是生重病，有很多生重病，苦不堪言。实际上他已经被小鬼带到地狱里头受罪，在人间他还有寿命，他生病重病虽然生重病不能起床了，他的神识被小鬼带到地狱受罪很多。只要你留意啊，天天都会看到果报显现了顿然夺尽寿命，堕入三恶道，所受果报无有穷极，愚处无期。念老这几句解释很好懂，要记住，常常放在心上，时时念住。你怕不怕？你要怕，从现在起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我想怎么样断恶修善，怎么样积功累德，我告诉你个最妙的方法，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释迦牟尼佛当年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19岁出家，12年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都学过，30岁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30岁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记住讲阿含12年小学扎根的下沉，就是小学扎根12年，然后再上提升讲方等8年，办中学，小学毕业了办中学小学毕业叫阿罗汉中学生的时候叫全教菩萨，别教里面的三贤：施主、施行、施回向。8年之后，再提升，办大学。大学。称之为化身菩萨，不一样了，实地菩萨大学办多久呢？22年，是佛的本愿，最低限度在佛教里头要本科毕业了，这是佛的愿望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
要到这个地位啊，最后八年半夜结束，把这些法身菩萨通通向上提升成佛，成佛是拿到博士学位啊，佛教最高学位。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他干的什么？教学。佛陀是教育啊，阿罗汉是最低的学位，本科生。菩萨是第二个学位啊，硕士。化身菩萨是第三个学位，佛陀。化身菩萨也称为佛陀啊，不是究竟圆满的佛，真佛不是假佛，他用真心。我们看清楚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我们表演的，我们就恍然大悟啊！一生学习教学，他要不出家，他是王位，是国王。过往人家要争的，他是要让的。啊，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让给别人。自己干什么？干最伟大的事情，教育。教育是最伟大的事情。啊，释迦牟尼佛带头给我们做事业。做出榜样啊，这个一生值得，没有白过啊，自己事先的成就在教化大众啊，去我们今天2500多年，我们还受他的影响，还接受他的教诲啊，这一部经古来的大德祖师大德称他为中本华严啊，我们知道佛教里面最大的一部经典华严经，啊，我过去讲过这个佛经，讲过两次，很可惜都没有讲圆满。啊，第一段讲的早年，啊，我们还没有这些录像录音的设备，没有留下来。啊，第二次讲华严。在新加坡我们有录像，所以现在有光碟啊，讲了多久呢？讲了不少年我记得我到85岁的时候在香港，想到寿命无常啊，我可能华严经讲不圆满，寿命就到了，那怎么办？大本华严放下，我讲中本华严，就是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讲一遍。我的标准，一天讲4个小时，一年讲圆满，每一天讲4个小时，啊，要讲1200个小时，我过去这么讲的，
讲了4年多，所以讲《华严经》用了4000多个小时，只讲到全经的1/5。那要照这个样子讲下去，还要20000个小时。一部《华严经》要20000个小时才能讲圆满。现在年岁大了，体力衰了，音声没有从前那么响亮了。所以现在同学们劝我一天讲2个小时。我本来讲4个小时。我也就答应他们。最近我们想办汉学院，汉学院里面有佛学系，佛学系里面的课程有华严，有法华，有论语，有方等，有般若，有净土，开这么多门。有同学要来学华严，我找到老师，所以人只要有愿，佛菩萨加持啊，会不期而遇，找到老师啊。这个老师年龄不大，才50多岁。他学华严17年，他将整部的华严经化成表解，让我们看到一目了然，非常难得。一部华严经画了多少张的表现？1300多张，拿来给我看，我看到很欢喜。我就知道这是佛菩萨送来的。问他愿不愿意到我们学院来培养一批学生，华严通的，门门都通的。所以说我希望华严跟法华，希望他来教。儒道都有老师，教老子庄子的，教45经的儒家，45经必须要读。这些老师很难得了，再过10年，这些老师不在了。如果我们不培养一些学生，10年之后请老师请不到了。10年之后我们的学生可以变成老师，他们能教，续佛慧命。也是张子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教育。释迦牟尼佛干的，孔老夫子干的。我们什么都不求，生活非常简单。
啊，一切能过就很快乐。啊，每天给这些老师同学们在一起，听他们讲经，听他们教学，天下第一等的落实。啊，将来华严法华我要认真听一遍。我过去是跟李老师学的。啊，还有个净呢，学净土的，就是这部经我也找到替身了。有个老师可以教这部经。啊，他对这部经下的功夫比我多。他读了10000遍。啊，所以这部经可以说倒背如流啊。啊，我要请他来代替我这个课程。我年岁大了，我来听课。啊，我来给他作证。啊，证明他讲的没错。所以紧接着今天的经文，佛陀教我应当要深思熟记，要多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怎么办？说真话，那就不得了啊！一定要想到啊，三途一度无千劫，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时间，认真努力念佛。啊，学海鲜老和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底，念到往生，一天不敢空过，这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当离爱欲，世间人情很重啊，很难断啊。欲是欲望，名利。这两关很难过啊，后面还有财色，我自己亲眼所见的，在我身边的，早年跟我，以后离开了。跟我十几二十年的30年的退心了，变卦了。什么原因？这四个关没有的缘的时候他不想，有这个缘分接触到了他就保不住了。啊，不能怪他，我是绝对不会责怪的。啊，只感到很可惜，不幸走了邪道。财色名利四条邪道围绕在你周边，
一不小心走到里面去了，完了，你全功尽弃了，来生人道都得不到啊！你说你可怜不可怜呢？读这个经，经文，对佛菩萨感恩的，佛菩萨对我们是何等的爱护。啊，非常可惜，我们把经文没有看懂，不知道恩德，忽略了，疏忽了，学了一辈子，讲得还不错，讲得头头是道，我听了也赞叹，没想到一碰到这就完了，经不起考验。啊，这才使我觉悟，觉悟什么？扎根要紧。这些人主要的没有根呐、啊。为什么古大德的成就？啊，在晚年的时候遇到怎么样艰难困苦，他不辩解，他能留名给后世。给当代后世人做好榜样，他不会变色，根底厚啊，让我想到中国古时候教育啊，中国人懂得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育？从母亲怀孕叫胎教，那个根才扎得稳。啊，母亲怀孕这十个月，心里头正知正见，没有恶念，没有恶意。为什么？不能让小孩传染，他照顾他的。啊，言语如火。不能发脾气，发脾气对小孩有伤害。啊，动作缓慢，啊，就像小孩在身边一样，要好好保护他。十个月，十个月出生了，小孩睁开眼睛会看，竖起耳朵会听。记住，他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啊，他看父母一举一动，在这里去学习。家里面的大人在他面前，只要他接触到，他都学。所以这一家人在小孩面前都得规规矩矩，为什么？做样子给他看，那让他以后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他一想，哎，没错，我父母这样做法的，老我的家人也都是人这样做法的，他有信心的。老师不容易啊，老师要做学生的榜样。啊，所以应该教小孩熟读的书籍，通通在15岁以前，四书五经十三经都背过。啊，我们相信念个10000遍、20000遍、30000遍很平常。啊，15岁以上大学生了，
老师带这些学生干什么？是做学习分享啊，带着学生，带着韭菜啊，学生伺候老师，这一行十几二十个人到野外去野餐啊，坐下来讨论啊，讨论诗书，讨论礼记，讨论自己所学的这些东西啊，老师让每一个学生把自己的心学习心得报告，报告之后老师来做评语，是这样教学的，不是老师讲给学生听的，是学生念了念透了，透过之后都能够背诵的时候讲给老师听，讲给同学听，这样学会的。所以叫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悟悟了，念熟了他就开悟了，一千遍小悟，两千遍三千遍大悟，三千遍五千遍大彻大悟，你说来个一万遍，老师点头他这个课就毕业了。老师不讲的，老师讲什么？是老师的悟处，不是你自己的悟处，这个不行。那你要记住老师，你一生不会开悟，老师要给机会叫你开悟啊，只叫你读遍书，你讲给我听，我不讲给你听啊，读一千遍讲一遍给我听，那是考试，讲错了的告诉你再念啊，只给你讲你哪个地方讲错了，怎么错不谈，你再念一千遍，到第两千遍念完之后再讲一遍，哎，前面错误改了，不是你悟的是比较深，悟的面广了，到一万遍就没得说了。啊，古人一在一起考试的大概是三千遍，平常的三千遍啊，一万遍那功底太厚了啊，那真的是一代大儒，这个大儒出现啊，那就不是小成就大成就，祖师大德啊，肯定是超过三千遍以上。啊，所以成就之后进入社会啊，现在这个机会就更多，到处请你去讲演，请你去教学，缘就来了。什么缘呢？名闻利养，财色名利就围绕着你。这时候看你怎么办，你要没有真实的功底你就完了，很容易堕落，外面的诱惑太大了太多了啊，是你无法挡住的。所以从前人读书人选择深山搭个茅棚，跟外面隔绝，现在没办法现在这个社会就长大的，你叫他住深山住茅棚他住不习惯，他觉得太寂寞了，他住不下去，所以甚至是可以学得到的，
很难很难，你要能克服重重难关，不为外面境界诱惑，这才行啊。我们有没有这个本事？看到很多很多堕落的，我们看见了，只有感叹，不责怪。为什么？他这个年龄，他没有受过扎根教育，所以敌不过这些诱惑是正常的，不能责备他。啊，佛陀慈悲，在这个经上都给我们说过，啊，就是《无量寿经》上说的：“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不能怪他，他父母没教他，啊，父母没有胎教，也没有三年的扎根教育，啊，父母教他，小孩看三年，就是从出生到三岁这一段期间当中，凡是负面的、不善的，不能让小孩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母亲，这是母亲的职责。他所看到、听到、接触的，都是伦理道德，啊，因果报应，都是善的。所以，三岁他就有能力辨别善恶，善的他亲近，恶的他排斥。他有这个功底，现在教育都没有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人要原谅，不能责怪。啊，原谅是原谅，如果圣教要失传了，那怎么办？我们虽然没有能力来拯救，但是我们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关系文化了。文化要一亡掉了，可不得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汤恩比告诉我们，顶多只有一百年两百年就没有了，历史上淘汰掉。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全人类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全人类的幸福全源，那一段整个世界走向黑暗，这个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舍弃性命也要保存。怎么保存？自己年岁这么大了，回头来不及了，要帮助现在小朋友，真的是要从娃娃抓起啊。所以我们想办一条龙的学校。什么叫一条龙？我们只招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幼稚园的学生，其他不招生，让这些学生小学升到二年级，我就办二年级；升到三年级，办三年级；他升到中学，我们办中学；升到大学，我们办大学。我们让他一直把他培养出来，就像古圣先贤培养自己家的子弟一样，古人是这么教出来的。我们现在把老方法找回来。
啊，小学一二三年级要母亲陪到，还不能离开母亲啊。四年级以上可以离开母亲，老师做榜样给他看，老师伟大了，成就一代人才啊！啊，自己要有模有样啊，把《弟子规》十善业要做到，做出榜样给他看。让学生读到古文，又看到榜样，他就相信。啊，这样的学校还得要封闭，不能开放，开放学生接触社会，麻烦大了。这个里头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啊，不能叫他看到负面。啊，电视网络教学，我们得还选择教材，我们自己安排教材，啊，来帮助学生成就。啊，所以爱与荣华，世间人所羡慕的，碰到就完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不可长跑，戒当。别离，无可要者啊，念乐也行，快乐啊，要上爱好，这四句话要记在心上，要时时刻刻回味，特别是境界先前能够把它念上几遍，心就定下来了。念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啊，爱与荣华，道无可要者。慧叔叔，荣华不可保，慧者定离散，爱欲不可长，甚者必衰骨，颠倒妄要故，无可乐者。慧叔叔做得好，很清楚，荣华富贵不能长跑，荣华富贵的乐不是真乐，这是外面来的刺激，就好像福这些药物治疗的啊，一般是用这些刺激在这里，像打麻啡、鸦片这一类的，要看这是这一类东西，你要常常上了瘾之后思路一条啊，确确实实寿命可以减短，本来是长寿的，染上这些嗜好短命了，财富很容易散掉，灾祸常常遇到，下面彭继清居士讲，一切世人以欲为乐，不知是苦啊，要习惯细心观察，它不是乐，它是苦啊。啊，是智者观之，
为苦无乐。孔子、孟子古圣先贤，他们眼睛当中看得很清楚，那不是乐，那是苦。啊，下面是个问题，所以这为什么？以有为乐，无就是苦啊！不知有者，无所应故啊！以得为乐，失掉就是苦；不知得者，失所应故。以聚会是乐，散掉就苦；不知聚者散所应故啊！以生为乐，灭就是苦；不知生者。灭所因果，改为众生所乐，正是苦因。从此苦因必生苦果，故曰无可乐者。这个结论是黄念老弟说的。这几句话说得好。我们看现在社会。跟过去不一样，这段经文我记得我们在台中学习无量寿经，李老师讲过，举出许多例子啊，众生不知道所乐，乐就是苦的因，为什么乐会失掉？乐不是常有，啊，乐是苦因呢，你还敢作乐吗？啊，苦是乐因，你把它翻过头来，苦让你容易觉悟，容易反省。啊，读书千遍，那一千遍是苦啊。可是千遍下去之后，意思明白了，乐。修定很苦啊，盘腿面壁，叫你把念头放下，一念不生，很苦啊。开悟是乐啊，豁然开悟了，不但精通了，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这是就有乐了啊。下面这一句全身净土，哦，这是讲到基础了。当勤精进，生安乐故，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没有这四句，佛教的我们不圆满，有这四句圆满了。再劝我们继续精进，求生安乐国。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得生彼国，习一切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给我们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讲了三种三部经，无量寿经细数，阿弥陀经六数，十六观经，观无量寿佛经，说明理论跟方法，慈悲到基础。我们也是正是遇到这部经，自己才有信心，努力断我修善，放下万缘，转念阿弥陀佛。如果没有这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哪一法门都不容易。为什么？要断烦恼。我们烦恼能断吗？只有这一门可以不断烦恼，叫待业往生，把你的烦恼习气带到极乐世界。但是你命中这一刹那，你要有能力控制住，这个时候烦恼不现前，就是一念的，最后这一念是念佛，不是念烦恼。如果最后这一念是烦恼，不是佛号，那你就全功尽弃。随念佛人每一天注意的就是佛号不断，烦恼一年比一年轻，一个月比一个月轻，这是好现象，瑞象。如果烦恼习气跟过去跟昨天还是一样，今天没进步啊，这要就去高进去啊。那一天一天这样下去，到寿命尽的时候依旧扶不住，这一生就去不成要记住，真有很多去不成。所谓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只有几个人而已我们要在一万人当中要排名前十名才行你要排不到前面十名，不保险，那怎么办？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朋友，学他就行了，他来给我们表法，他来给我们做榜样，针对现前众生的根基，不是对别人，就是对我们。我们要学他，没有一个不成功。学他真放下，晚年住的是茅棚。原来来佛寺规模很大，是大庙，不是小庙。文革的时候被毁掉了，所以以后建的都比不上过去的规模。真修行就行，寺庙庄严是有好处，让大家对佛升起恭敬心。
但是小猫棚也有好处，这里头有真修的人，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真修比建大庙还有价值啊！老和尚真修给我们做了榜样啊！今天要用什么方法学佛？学海鲜老和尚就成功啊！第一个榜样，无比殊胜的榜样，要勤、精进、努力、信、愿、行啊！信愿不足，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啊！对极乐世界没真正搞清楚，怎么办？经重要了，读经重要，读经遍数也要读。啊，三千遍读下去，经熟了，通通能背诵，一个字不会错。可是经里头的意思要明了啊，要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三千遍读经，三十遍看注，你把这个注解从头到尾看三十遍，为什么？真相信了一心向往，对娑婆世界没有一切留念，我相信阿弥陀佛会来看你，或在梦中，或在定中，带你到极乐世界去参观。看了之后，你才晓得跟经上讲的果然是一样的，你那个向往的心就恳切了，哎，求往生的心恨不得马上就去，有这个好处啊！啊，一般人求往生半信半疑，真有吗？他怀疑啊！对于求往生，这个地方还贪念，这日子过得不错，还很好啊，还不想马上就去，真的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环境应该马上就去。我知道世界乱，乱到什么程度我还不清楚啊，这样的乱象我已经感觉得受不了了，想走了啊！我给同学们说过，我有50多年没看电视啊，没看报纸，没有看杂志，所以对于社会的乱象我一无所知，所以那个心才能清净啊！天天看这个东西，天天装这个东西，你的心怎么清净得了？啊，我们除了佛经对我有帮助的，其他的都不看。啊，现在所看的经，完全是净土，三经一论，论是往生论。那目的真正认识极乐世界，明了极乐世界，
啊，那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清净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往生品位，别去想他。想他什么？有竞争。我不给人竞争。啊，高的品位都给你们，我只要下下品往生就很好了，很满意了。那为什么下下品往生？阿弥陀佛给我们扎根了，这个根可扎得稳了。我不是当中插班的，有什么不好的？啊，这个地方要考虑这些是寿命有限，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所以就不考虑时间了。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通通都是无量寿，而且往生到极乐世界都能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的加持，让我们自己的智慧、神通、道理立刻就跟阿弥陀佛差不多。那不是我们修来的，是阿弥陀佛帮助我们的，给我们的，是他的智慧的呢，他能给我们，我们能享受得到。在这个世界别人有给我，我享受不到。哎，极乐世界很奇怪，他给我，我能享受到。啊，他能把智慧给我，把德能给我，把相好给我，通通都能享受到。啊，所以生到极乐世界，智慧明达，功德殊胜啊！啊，明了，明是明了，达是通达。经言述说，智慧明达的智深也，智慧无比的殊胜。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啊，功德殊胜的福报殊胜。啊，阿弥陀佛的福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都赞叹不完了。我们只能用无法想象来形容。我们举一个例子，学佛，佛从我们接触可以说天天不间断，时时不间断劝我们复慧双修。明达是慧呀，慧成就了啊，功德是得福成就了。你看福慧都圆满了，生到极乐世界怎么圆满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圆满，啊，他把福慧分四十八条，
一条一条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啊，我们要真正知道极乐世界的好处。四十八愿不能不熟读。真正能熟读、能背诵，我相信这个人念念的向往极乐世界。啊，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十方世界没有，唯独极乐世界有。所以我们把目标锁定，只求极乐世界，其他的不求了。生到极乐世界，你就看到阿弥陀佛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往生的人，他要不来接引，我们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找不到啊！一定要阿弥陀佛接引带我们去。啊，你的缘成熟了，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第十八愿就是讲佛生念必生，他一定来接引。同时，你也看到，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无论是早去的、晚去的、现在去的，每一个人的神通、智慧，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也能分身、化身无量无边。记住，下下品往生都有这个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拜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是修慧啊。一天你拜无量无边佛，听无量无边的经教，一天的受用，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做不到，他那里一天可以做到，何况你天天去，这还得了啊？这就不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教我，十方一切诸佛菩萨都是我的亲教师，我这个经是这个人佛学的，那一部经是那一人佛学的。一个时间里面，同一个时间，你全就学圆满了。要不要去？啊，这是经上也有说，我们连都能够联想到。可以说，极乐世界代表诸佛如来究竟证得的大圆满，这个里面找不到缺陷。所以要下定决心，非去不可。啊，底下这一段就是讲这个，悟亏经界，经
是给你讲的道理、方法；戒是指你修行，你要怎么去做。经文这三句，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那就错了，你落伍了。不可以随心所欲。今天在这个世界随心所欲，我们跟极乐世界就拉远了。我们今天随顺佛陀的教诲，认真努力去奉献，那我们跟极乐世界一天一天走近了。走到极乐世界，你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也是圆满。我刚才把这个离四介绍给你了，为什么在一时就通通大圆满？因为你一时听了无量无边诸佛说法，你有智慧，跟佛的智慧一样，一天全圆满。去供佛，供无量无边诸佛，你就福圆满了，慧圆满了。道理在此地啊，不到极乐世界不行啊，你只能跟一尊佛学，你不能跟两尊佛学。你到极乐世界能同时跟一切诸佛如来学，全学到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年老，住得也很好。我们把注解念一遍。病戒之曰，这就告诫提醒你，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窥者确也，谦虚夫就是谦虚。经是经教，戒是戒行，指的是修行。此处特劝持戒，为什么？一戒乃万恨之基也。悟得随心者，涅槃经云：“常为心思，不为思心。”常为心思。心就是真如本性，这个地方讲的心就是真心。慧能大师说，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来的？心生的，心所生所现。心怎么会生，怎么会现？遇到缘，没有缘它不生它不现。什么是缘？等觉菩萨是缘，还有很多没有证得圆满果位，在等觉位的，他就有缘。现十八庄严土，化身菩萨修行场所，那我们的缘可多了。我们的缘是根本无明，
尘沙无明、见思无明三大类的烦恼，无量无边，现的是娑婆世界，现的是六道轮回。啊，下面念老给我解释，该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就是固执，自以为是，乃贤人大师啊，所以决定不能私心用事。心是事就对了，心是真心，所以我们常常提醒人，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跟佛走得越来越近，用妄心就走得越来越远啊。下面说得好，因此妄心正是生死根本，私心妄心正是认罪作死，诛杀作犯，何能得失？何况随心任性，妄作非为。这八个字说得好啊！什么叫不为私心？或者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就是随心任性，这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妄作非为，麻烦可大了啊！起心动念不离开经教，四十二章经说的：“圣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这就是我们自己想的，自己意思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我有烦恼。烦恼断掉了，可以信你自己意思。最低也是阿罗汉，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菩萨尘沙烦恼断了。啊，化身菩萨根本无明破了，信，这才可以信自己。凡夫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搞六道轮回，这一句大难大难了。我们只要记住这两句就好了：圣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佛说的，一切诸佛所说的，不是一尊佛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说这一句话啊！你要相信自己意思，你肯定落后。就是说，别人都往生，你还在这个世间受苦受难啊！特别是念佛人，念佛人要不相信自己意思啊，要相信佛的教诲，他决定得胜。那实际上就是学海鲜老和尚就行。不要小看海鲜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妄念都没有，什么也不要。他也不要读经，他也不要听经啊，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就乖乖的听话真干，就一直念下去，就念成功了。我们的好榜样啊！啊，不要落在念佛同学之后啊！
我们要争一口气，要成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